好，继续带您看看这个好特别的贩卖机。台中有超过80家的餐饮业者跟贩卖机厂商合作，在办公大楼等地方卖便当。而这样的保温贩卖机，民众一目了然，想要什么便当，只要按下按钮，现金支付或刷卡都可以，热腾腾便当马上到手。挺好吃的，泡菜乌龙面、鸡腿猪排便当，或是你想要吃炒饭还是炒面，贩卖机内将近20种菜色，近100个便当，任君挑选。好喜欢吃这个。现金或刷卡，点选喜欢的餐点后，再选择支付方式，购买一个便当30秒，轻松搞定。我就是忒方便啦，不然我们管理员哦，每天吃便当不知道吃什么。太棒了，因为它又干净又方便。需要跑到自己店里面去排队。疫情期间担心人与人接触，台中有超过80家知名餐饮业者和贩卖机业者合作，在办公大楼内卖便当。透过玻璃面板，耐高温不产生毒素，业者提前把便当做好，放进有保温功能的贩卖机内。到了午餐时间，上班族想吃饭不需要外出，大楼下就有热腾腾的便当可以买，省时又方便。那其实大家在这一波疫情下不能内用，其实相信大家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。我们便当出厂到贩售不能超过3个小时，我们在运送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便当是有恒温65度。疫情期间生意受影响，透过这样的销售方式，业者提高业绩，消费者也能买得安心。接下来陈世杰台中报道。